今天我们讲这个不要让信仰脱离生活的第64课。然后呢，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就是说上帝借着任务来考验我们，来考察我们，就对我们进行考试。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演绎出来了？然后呢，今天的课程就围绕着上帝做任务的事情，上帝通过做任务的手段来分别为圣。OK， 我们先从这个逻辑开始。怎么样推导出？当然，这是我们最后一方，我们推导了。首先呢，我们从基督的国家开始。那么，我们对于我们现在目标，我们也知道我们目标是什么？我们目标是为了干什么？为了得胜，对不对？为了得胜，对吧？你进天国也好，就是其实它都是你得胜的人，对吧？有冠冕，有永生，有白衣，对吧？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目标，我们要进入基督的国家里面。怎么样进入国家里面呢？我们就要得胜，得胜的人呢，有冠冕，有永生，有白衣。有没有问题啊？对吧？我们首先我们照这个目标，就是基督国家里面，对吧？这也是我们以前，我们以前经常说了，信耶稣得永生，得胜穿白衣，没有问题吧？对不对？对吧？但是呢，对于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想进入基督的国家，就基督国家来临了，我们要悔改，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只停留在这一句话，对不对？对吧？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要开始下沉。我们就开始下沉，一步一步一步的一步下沉。哎，到底我们需要思考什么样的问题？以前什么问题我们有思考过？现在呢，要把这些问题再次重新问我们，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可能只停留在几个字上，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没有问题吧？这个逻辑没有问题吧？我们不可能只停留在一句话上，所以说我们需要下沉。好，对于基督国家的开国，对于基督国家，对于一个站在一个国家的立场上，问题来了。站在一个国家的立场上，这个问题来了。下一个问号是什么东西？这一个是什么？这一个是什么呀？下一个，对于基督国家，下一个问题，你想问个什么问题？对于进入一个国家里面，下一个问题你要提出什么问题？我画了个问号在这里，你下一个就是你的下一个思维逻辑。你下一步你要思考什么？他要什么样的人？国家怎么运作？价格？运作？这国家的王是谁？我说我们，你看我的前提背景，听我说话。前提背景，进入这个国家，下一步，我想进入这个国家里面，对吧？我想穿着白衣，我想得永生。我下一步我要思考什么问题？条件，对吧？条件要求就是这个国家想要谁？对，就像我们这星期来怎么样的？想要谁？对吧？他的条件是什么？对吧？他的条件什么？对不对？想要谁？他的条件对吧？他条件什么？对吧？他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人才？对吧？他需要个什么样的人才？就是说，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第一步思维逻辑，这第二步思维逻辑，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建立在这么一个思维逻辑的基础上，一二三。是的，是吧？所以说，我们想到进入基督国家里面，那么我们肯定会想到什么？这个国家所要求你的条件是什么？对吧？你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去往这个国家？这想要谁？好，这个问号我们就 OK 了。第二步 OK 了，我们看第三步是想什么？对，第三步的话，当然我要给你们讲一讲，就是说，因为这一步我加了这一步呢，是因为什么？是以前我们可能没有思考过，就是说，我把这放这里啊，就是说，为什么？我拿这个放这里，因为我可能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让人才进入，为什么？就是说。他想要谁？那么我把第三个话题说，为什么他想要一个，为什么他会提出条件？就是为什么会存在条件？为什么？你看我这个问题问的，我们知道进入一个国家里面他需要条件，对不对？那么你没想过他为什么需要条件？他为什么要放一个条件在这里？为什么要区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何为人才？我会把它放第三步里面。我不知道你们会放第三，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这事儿，就是说你进入一个国家里面，人家还要给你条条框框，那么你会想过为什么？你比如说移民到美国，移民到新西兰，他非要要求某种
达到某种条件，前提条件就达到某种条件情况下，他才会要你。为什么？你没想过为什么？你就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对吧？雅思成绩，听说读写必须4.7啊，它是分数制的，它是以分数制分数。你比如说有120分是满分，120分的话，那么你就离100了啊。你比如说雅思，听说读写你能考4.7分，那么他会给你个30分，对吧？再比如说你年龄多少岁，年龄多少岁，你比如说30岁以内又给你个三十分。还有你的学历，如果你在澳大利亚在这个国家毕业本科硕士毕业的话，他又给你30分。然后呢还有一些普通，你比如说有什么你学什么专业，你比如说你说学会计是某些国家所需要的专业，又给你30分。你说是不是120分？你说我这个朋友啊叫潘申杰，他在澳大利亚就拿了护照，他就是这样获取护照，5年拿护照，他现在已经是澳大利亚公民身份，公民，他是属于公民身份，不是绿卡啊，他不是绿卡，绿卡只是说是居住权，绿卡居住，他是澳大利亚的护照公民，他就在澳大利亚读书，5年之后拿了护照，很厉害，很厉害，所以说。然后呢我们就反过来，就是说用世界上这个例子反推基督国家条件，为什么他要提出条件，他为什么提出条件干什么呀？因为以前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搞明白的话，你也不知道你的下一步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思维逻辑的每一个步骤，就是说说白了，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每一个步骤都搞得非常的清晰透彻，明白为什么你才会行动，你才会去做，要不然的话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对，对不对？是的。所以说，第三步，为什么会存在条件？为什么会存在人才？为什么会存在人与人差距？这个国家为什么要这样设立的东西？我们要思考。为什么？体现它的价值。价值。为什么会有人才？为什么我们说条件？如果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进去的话，就说明这个没有价值，对吧？没有什么价值存在。比如说去缅甸，是不是？如果都可以去的话，都随便去，去了还可能被。缅甸那国家吧，我觉得可以随便去。就随便去吧，就说明那里没有一点价值，价不在。就是来给这个国家创造出贡献。嗯。它需要人才引进嘛，就是你要对这个国家它的整个国家的一个运行啊，你要拿出匹配它这个国家给你的这些权利的相应的这个能力，让他去，就是他觉得我引进你这样的人才我是值得的，我给你这些公民的权利或者让你享受的福利，它是值得的，所以就是你要对这个国家做出应有你的能力的一个贡献。对，我余定抓的单词很好，价值。对，它为什么需要有价值？然后我们再说何为价值？能把这个价值你再去分析一下，你什么怎么算是你是有价值的？你怎么样去证明出来或举例说明解释什么是价值？何为价值？何为价值？价值怎么样去解释？这个也就是我们第四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说何为价值，又把它拿，就是何为价值。何为价值？上一个讲的。这是什么？这叫理解力。如果余弟兄成功描述出不要这样做，如果他还要这样做，说明什么？理解力有问题。何为价值？
很难解释吧？到我这儿，这是咋回事？对啊，什么是价值？下定义、举例说明，很好说明，我觉得挺好说明的价值。能完成什么事情，这是它的价值。比如说，能完成什么事？嗯，比如说他可能赚钱比较厉害，这是它的价值。赚钱比较厉害，比那么你说，就说对于这国家而言，那么他怎么讲个事儿？嗯，管理方面比较好，能领军打仗或者当大将之类的。大将，我知道你现在确实举这个例子 ，OK， 可以，但是我需要一个清晰的定义。啊，清晰的下定义，然后再举例子，你要组织你的语言，你要组织你的语言。因为你刚才我知道你要表达的点是对的，但是呢，你的语言表达没有把那个东西给组织出来，说的很流畅，就是定义、举例说明。哎，一听完之后，没有模糊性，但你要说的那句话吧，就是他们前后组织有问题，产生的效益。比如说约瑟吧，他成为那个埃及的宰相。那他对于这个埃及的这个埃及王来说，他就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他在各个方面就是可以调动这个国家各个部门的一种发展，他就让这个埃及王可以放心的把整个国家交给他，然后他同时也对这个国家就是各个层面就产生了，怎么说，就是那种效益吧，我觉得就是让这个整个国家的发展就是往一个更繁荣的一个方向去走。 OK， 这个长期的嘛，是，就是说他的这个点在于这个经济上，你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多少的经济的这种效益，你带动了一种经济的发展，对吧？约瑟带动了这个，当然约瑟的主要的核心问题，他不是他的最高价值还不是这个，我觉得他可能是贡献这个，就是好了，你说贡献度也行，何为贡献度？它其实还一样，对吧？就是我们打了个点。说好那个点，打那个点，贡献度不是也是一样吗？你说何为贡献度？何为贡献度？何为价值？那么我们一样，什么？我们怎么样判断你是不是人才？怎么样知道你有没有条件？对吧？何为价值？何为贡献度？何为贡献度啊？价值与贡献度的问题吗？价值与贡献度，何为贡献度？何为价值？约瑟的，你说约瑟的最高贡献度和价值是在体现哪个方面？约瑟就是约瑟上饥荒，对，他解决了一个国家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解决了个饥荒问题，因为这个饥荒的问题是都解决不了了。所以说它的最大的价值是在于它解决了一个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上，别人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体现在什么，他这个人物很稀少很稀有，因为这个整个国家比如说100万人，哎，就你一个人能解决，说明什么，你的价值能在这里体现，你的贡献度是什么，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对吧？你的贡献度最高，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家最基础的问题是你解决了，所以你的贡献度是最高了，主要体现它的唯一性和独特性，应该是唯一性独特性是在它把一件别人处理不了的问题上你能去做解决问题能力的展现。比如说其实价值共在于什么，就是说首先呢，你要明白这个价值为什么是价格呢，我们就从这个单词的定义上来看，价值我们可以换算成钱，又是 money dollar， 又换成 dollar 问题了，对不 对？说白了说，我们可以把所有一切的东西，可以把你干任何事情，我都可以给你转换成钱。是的，对吧？你比如说，你是搞科研的，你能搞出核武器来，对不对？你能搞一些高科技技术的东西，这个是什么？钱 ，dollar， 你知道，都有钱，你知道吧？为什么人家都不去找那些什么？你像那些。像那个苹果公司，对吧？谷歌，你知道吧？都是挖，你知道他挖谁呀、啊？挖人才，对吧？他为什么说每个企业什么都会挖人才？对，为什么要挖人才？都一样道理。国家的挖人才，
企业的挖人才，都为什么挖人才？产生价值，对吧？它为什么产生价值？因为什么？它可以使公司的效益翻，对吧？他研究，他研发出个芯片来，他研发出个芯片啊。你比如说，假设说，我回到那个，回到30年前，我把比尔盖茨给挖过来了，我是老板，我是比尔盖茨老板。你想想什么？我是比尔盖茨老板，比尔盖茨他帮我干什么？给我发明电脑，发明电脑，让电脑走进每一家，可以了。那全球的首富现在是张小龙。对不对？我挖的是个人才，你为什么？我当然我可以给他股份，我可以给他高达50%股份都不要紧，不能，因为股权制的话，他能给我他能给我一样的权利，就是说在股权制的话，我会给他49%，因为我必须要多占一，为什么？因为在决策上是我来决策，因为是股权制的问题，股权制是不能平等的，必须要占2，为什么？因为最后决策是我决策，对。对啊，这是分钱的时候呢，很多东西它可以分为大比例，就什么意思？那么我可以给这么高，嗯，为什么？他对我这个，他对于这个我中了100亿、1000亿，那基本上就是他给我赚上了，对，对不对？为什么说高薪？他们高薪聘请人才，高薪啊，对不对？有人为了挖那个华为，为什么中国的一些高科人员都要往外国外跑？他就被我给挖走了，对不对？嗯、你一个月给我2万。你一个月给我2万人民币，你出了你在国外啊，美国，我一月给你10万人民币，对不对？你想，你是不是这样？高薪挖人才，人他为什么他会成为人才？是因为他会对这个公司产生更大效益。我给你10万，说白了，你能给我中1000万？带着钱。我一个月能发你10万，你最少给我中1000万，能不能理解是吧？对吧？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因为。他们对我公司产生的这些效益功是很大的效益功，我必须需要他，对不对？对，对吧？所以说挖人才，挖人才，同时呢，什么？对于科技方面呢，挖人才；经济方面，他为什么说一般移民的时候，他会看你是不是高官，是高管，在一个企业某个高管，企业高管也是一个移民，不是很高了，你是个企业高管。也算是什么？也算是一个人才。现在是香港那个香港现在对外政策嘛，香港移民对外政策，现在这也是一样，这是衡量你的分数嘛，对不对？很多都是走企业高管路线。如果你走不了科学高管，那么就走企业高管。还有什么？服兵役的价值对于国家而言也是很高的。服兵役，如果你当然你还能对于这个国家里边军事能提供一些什么东西，一些技术支持，军事技术是导弹发射怎么怎么样，对吧？或者说你能带兵打仗那儿呢，军事才华也是什么加分立即性，嗯，这是什么？这就是什么价值？钱说出来了，它都是用钱来衡量。你能为这个国家，我把科学也好，我把科技也好，我把经济也好，我都给转化成钱。你能为这个国家能创造多少钱？你能为这个国家创造多少钱来衡量你在这个领域里面多少价值？这是你的价值，价值就是贡献度，贡献度价值，这是你的价值，对吧？反过来想，你就是反过来想，我们以前信耶稣的时候有没有这样推理，对吧？有没有这样推理过？哎，我进，耶稣说基督的国家进了，我们要悔改，对不对？信耶稣得永生，得胜的穿白衣，对吧？我们目标就是他国家嘛，就是他国家。我想，哎，他的条件，他这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然后我就开始想，哎，什么样是人才？怎么算？我做个什么样事儿？我能。怎么算我就被君王基督所认可，我是有价值人，对吧？我是有价值的，对不对？然后呢，包括比赛一样，足球比赛、篮球比赛，他为什么要评判一个 MVP？ 他为什么要评判一个 MVP？ Most valuable player， most valuable player， 为什么说最有价值的选手？最有价值的选手，你做什么比赛？现在都不愿意评价什么？不管是玩游戏啊，不管是。各种各样竞技类的，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在现在经济上也好，在这个团队里面，或在这个企业里面，在任何里面都会评选一个 MVP， 为什么？
他为什么会评选个评选一个 MVP？ 这个 MVP 的时候，你说这个就业时代有没有？有有没有就业时代有没有？假如有没有？就业时代有，在什么地方？大卫的那个勇士，对吧？大卫第一勇士，对吧？是不是？他也评选一个第一勇士是谁？第二、第三，他有排名，对吧？可能有上千个勇士，上千勇士的骁勇善战，都是从什么？从100万人里面再筛了，比如说一万个勇士吧，一万个人勇士里面还要再评选前三名，还要再评选前三名。在旧约时代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万个人参加比赛一样，然后挑选一万个勇士里面，一万个勇士都是已经是骁勇善战了，对不对？已经是骁勇善战了。然后呢，什么？再评前三名。然后大卫说：“我的第一勇士是谁？第二勇士？第三勇士？”所以人家早，其实人家早有这种概念了，价值。你到底是不是有价值的？对于我们呢，要能反射回来，就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想进入基督国家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思维非常清晰来定位自己，到底怎么样，到底是不是有条件进入这个国家，到底能不能对这个国家产生效益？对于基督而言，我到底对他的标准看，我到底是不是有价值的？有没有这样思维逻辑想过这件事情？教会告诉我们，就是信耶稣就是勇士，每个人都勇士，而且还大能的勇士。因为这一步的思维逻辑非常关键，你知道吗？因为你没有这一步思维逻辑，你后面的东西你都会很空了，你都会是空白。如果你不是这样思考的话，因为你只是说我信耶稣得勇士，不是信耶稣得永生，穿白衣，那么后面的东西你都不需要思考。对啊，都是空。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基督教现在四十亿基督徒啊，就是说基本上都是一场空白，这种空你们也知道了，怎么空在什么地方，在哪里空了，原因是在什么地方。你看他的第二步他就不存在了，他都不存在第二步，更不会像三四，就不会，因为你每一步他都必须有非常强的思维逻辑，一步一步的推导过程，对不对？你没有一，没有二，没有三，你没有一，也没有二，没有三的话，怎么你不要推理？那你的信仰肯定是这一辈子也是个很空，就是空了。他为什么是空的原因是在于什么？没有这几步分析。你们想是不是这样？是。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力没有改变？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因为你没有二，也没有三，你的生命力也是几？你的生命力怎么改变了？生命力是一个下面推导，对吧？你的生命力，你的灵力，对吧？你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你的生命力怎么去改变？其实都是往必须一步一步往后推，然后呢，再开始改变很多东西了。那么反过来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的时候我们不去思考这个问题？到底哪里卡壳了？到底哪里出现问题？我们是我们的人性问题，还是我们出现哪些问题？为什么不这样思考？我们再去推理，因为我们这样推理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帮助了其他人去思考这个问题。以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以后跟人讲的时候，也可以帮他把他给拉出来。为什么当时我们这样思考？原因是什么？原因出现哪个地方？为什么当时我们不是以这样的思维逻辑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原因出现哪里？为什么我们当时不是这样思考问题？原因出现在哪里？首先看看，他就是只理解字面的意思，来跟谁去？就你的意思说，原因是因为理解字面的意思，所以导致了，不思考，就没有想过有分别，有不同等级的，以为个个都是人才。你是怎么想的？信了耶稣都是个个都是人才。他们是这么教导的，说你只要信你就是个人才。你们都这么想的？我就对，所以说我们分析这些问题嘛，都在卡哪里了？为什么不这样思考？我们也觉得对哦，我们信耶稣就是个人才了。信耶稣就是我们，就是不是我的事儿？你们差不多这么想了？
新鲜度是五点零。新鲜度啥都有。我反正我也是。新鲜度啥啥都有，新鲜度说明人才了。没有信真，我是半信半疑。半信半疑的。还有走的是宗教的路线嘛，也是把它当做一种心灵寄托，就是有事了我才可能。遇到心理上不舒服了，觉得教会是一个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的地方，找一点心灵寄托就过去了。嗯，心灵寄托了。对。可有可无了。嗯。无所谓了。我觉得我自己就没有真正的，就是说没有真正的信真，没有搞明白，也没有、没有那种想把它搞透、搞明白那个心。嗯。所以说，其实圣经上的条件多了，多得很。嗯嗯，当时我也读到这些条件，然后也这些条件也在我脑子里面记得，基本上记得有很多，但是我没有把这个事情当成很认真很严肃的事情去想把它弄透。哦，这就是进基督国家。没大哈的，没大哈的，模糊的，没大哈的，对不对？还有什么别的吗？都是人才了。对吧？什么都有了，心灵寄托了，没大哈了，就这时候我就看吧，就是大哈了，无处不在。然后我原来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说我相信就是因为耶稣我会变成人才，但是我觉得我要去做我该做的。我以前我就有这观念，我要做我该做，但是我没有像统帅说的那么详细。具体的一个点。抽象的。抽象是比较抽象的，就是我要去努力，我要去做我该做。抽象努力。对，但是你说不努力嘛，我也努力，因为我也确实付出我自己的代价。你是比较，但是没有具体的。你的动力是比较高，就是你在努力，就好像比如电影每天在努力了。我们想的是大象上对，都在努力，大象在里面，对吧？方向行吗？想着去天国扫个厕所也行，反正能进天国的都一样，无欲无求的，看大白说的，然后、就是、对，就是稀里糊涂过日子，啊就行，把信了耶稣了，就行，差不多就行。没听我的，对吧？在这里有个主耶稣说的话嘛，就是在昨天写篇文章一样，这是在马太福音13:47-48，主耶稣说。天国呢，就像一张渔网，撒在海里面，捕到各种各样的鱼类。网满了，人们把网拉上来，拉上岸，然后坐下来，精挑细选，好的呢就收起来，不好的就丢掉。那么你们怎么样看这个主耶稣说的这句话呀？那么你对于精挑细选这事怎么看？都是好鱼，拉上一网，这个渔网下去之后，耶稣把这个网撒的时候都是好鱼，一网拉上都是好鱼，都要要，都要要，不管死不死，臭不臭的，对不对？都要要，留下有价值的。你们这个经文，我觉得这个经文还是耶稣说了一个我们生活上的一个常识性的东西，让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连打鱼的人。都来挑挑筛筛选选，他说，因为他说嘛，天国好比什么？他说天国，基督的国家好比什么，对吧？这个国家都在招人，哎，都在招，是不是招人，对不对？都在招，对不对？那呼招的多嘛，对不对？都招嘛，对不对？但是呢，最后的一步什么？那么这筛选的过程当中怎么办？那你就像你打鱼的过程当中，你要筛选好鱼，严选。现在我们都有严选，对不对？是吧？都有严选嘛？你买个苹果，那么你愿意吃个烂苹果吗？你都愿意，对不对？都有严选。所以说，主耶稣用了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案例，然后他抛出来什么？抛出他的主题来，这个国家的筛选有没有筛选？有没有精挑细选？有没有严选？有没有存不存在？存在，都是存在嘛，是吧？它都是存在什么的？除非那么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话，天国好比就打鱼一样，天国就是基督的国家，就好像在打鱼一样。大鱼一网下去，什么人都会来，没错，什么人都想进，谁不想进？你比如说今天香港，你们想不想进去？说明香港的公民身份，想不想？新西兰想不想？想。想吧，咱一般咱就去试试手，对吧？因为他们有专业的测评机构，对吧？移民局有专业的测评机构，我们都去用，我们都去把我们的材料，我们的材料都提交上去，都我们都去河北，都去看他要不要你。对吧？是现在每个国家
的移民政策基本上都是放开了，没有问题吧？这句话有没有问题？没有，对吧？如果说 N 点没有的话，说明什么？比如说新西兰 N 点没有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不给你移民的机会，对不对？对吧？他不给你移民的机会。如果他给你移民机会，是不是 N 点？这是 N 点了，对不对？那么既然给我们了 N 点，那么能不能你被选拔进去，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能不能理解？信耶稣得永生没有问题，信耶稣得永生这句话没有问题，他可以这句话可以针对于全人类80亿人说了，对吧？全人类80亿人都可以说，信耶稣得永生，你可以对每个人说，你没有问题。今天你就可以发个 email 对全人类80亿人说，信耶稣得永生，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也可以，你只要紧接补上一句话说什么，得胜的穿白衣，有没有问题？没有。就是我这个 email， 我这个信件。微信也好 ，QQ 也好，我发给全人类80亿人，他们即使都得到了，能不能证明他们就可以进入？不可以。就可以就可以戴生命的冠冕，就可以穿白衣，行不行？不行。不是发 email， 就好像什么，你发现没有？这个招聘的也是一样，招聘也是如此。招聘呢，是不是给所有人都发招聘信息？对，是的。对吧？今天没有问题啊！今天那个苹果公司也可以给严明发一个邀请函，来面试，对不对？谷歌公司以后余地性，谷歌公司余地性，华为的最后合客，华为公司聘请高管，对，海尔的高管李有没有招聘你？但是问题是什么？他要求你去，要求你去参加，你知道吧？嗯，不是说要求你上岗，你要明白这个，就是我经常收到那个工作的邀请函，你知道吧？对不对？他要求我去，他也不是要求我上岗，能理解？上岗是上岗，就面试是面试，要求你去面试，他不是要你。你那么难道你没有面试很多工作吗？面试也没面试很多工作，面试只是给你个机会，面试是个机会，这是邀请函，你知道吧？是否达标，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以前有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对吧？是不是我们把邀请函，把面试的机会作为你上岗的一个答案？是不是我们把这两个定义给搞小了？我们把耶稣给我们这个恩典、这个机会搞成了什么？我只要参，就邀请了你，邀请我去天国，我去了我就进，我去了我就进进去。对，对不对？这个就是说，这说明什么？我们的思维逻辑在这两个地方有问题。嗯。当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有很多问题。信不真了，无所谓了。无所谓，你说反正你说进也行也行，不进也罢，对吧？无所谓了。也有什么，就是说盲目，就是不动脑子，很盲目了。我信耶稣就一定进去，我信耶稣两个字，我信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稀里糊涂就进去。嗯，没有条件啊，什么都没有，就相信去。还有马大哈抽象思维了，对不对？还有了，还有说大发热心了，像扎怎么样？大发热心了，大发热心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也就盲目了。所以说我们因为这些原因导致了我们什么很没有客观的去分析里面的东西，嗯，把控就很严谨嘛，对不对？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去面试他工作，你会不会对待你这份工作很严谨，拿下了工作？你去，如果今天有很好的工作，你愿不愿意为这个在人事这个经理面前展示你的才华，来拿下了工作？你愿不愿意？会愿意。对。这是正常逻辑吧，对不对？那你去面试干什么？你去面试为了你，如果你不是为了得到这个工作去面试，你不浪费你时间吗？对不对？所以说这是正常，这是属于正常人思维逻辑的，嗯，对吧？就好像说我既然要去往基督的国家，我是不是要通过他的面试官展现我的才华，展现我为什么配得？为什么圣经里面总是写的配得？你配得吗？你配得两个字，你配不配得呀？你的各种各样的能力值是否配得？去往天国，你是不是配了吗？配不配啊？你是不是配不配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以前空白点，也没有思考过，也不知道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你想是不是？嗯，
哪里出问题了？就刚才我们说的一些问题，它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不对？你思维就说白了，你想这个事儿，你思维逻辑出现了问题，思维逻辑。当然，因为你的心也不在，其实呢，当然我们以前呢，更多是心，更多应该是心不在的问题。心不在，其实，去不去这个事儿吧，其实你也很抽象，你模模糊糊了。要模糊，在大马哈，马大哈，然后呢，很抽象，无所谓，心不在焉。对吧？所以说后面的问题就会不会出现了，是这样吗？对不对？好，现在我们就把这个价值和贡献度就明白了。什么叫价值？什么叫做贡献度？什么叫价值？就是说你在，就说白了，你怎么样去往基督的国家里面？你在基督的眼里面，你是一条好鱼。对。你在这个渔夫面前，就是一网打下去了。渔夫看你上来之后活蹦乱跳了，哎，还活着，你在渔夫面前看你是个好鱼，认为你是好鱼，对不对？如果渔夫认为你是坏鱼，就把你丢了。对，正常思维逻辑吧，嗯，对吧？同理，我用同样道理，你在基督面前，他认为你是一个人才，那么你是有效的，那么他就可以让你进去。他如果认为你不是个人才，反过来想。那么你肯定被丢掉。这是耶稣不断的用各种各样比喻故事，不管是麦子故事啊，康比麦子也好，对不对？还有这个耶稣说郡王举办了婚礼是一样的，对不对？啊，什么都邀请，看什么样人，什么适合不适合，对不对？对吧？还记不记得有个比喻，耶稣说，那么你到了人家的这个婚礼，或者这个宴会，对不对？你怎么不穿礼服呀？对，你怎么不穿礼服啊？对吧？你不配，就是你这个人不配。这些比喻故事，虽然耶稣用了生活上的比喻故事，其实反射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天国里面选拔人才的过程当中叫严选，耶稣属于严选，不是说你想进就进，你认为的事儿，就是你认为的事儿都不是什么事儿，没有，我现在这个逻辑思维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吧？对不对？通过这个，我要进入这个国家，我要进入基督国家，它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对吧？条件呢需要具备什么人才？人才呢要创造价值，创造价值呢就是贡献度，对不对？现在这四步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OK， 价值好了，我们现在想，怎样？就是怎样？这样一个，第五步了。怎样创造价值？开始创造的问题了。怎样创造价值？什么样的东西会影响你创造价值？好，就开始谈论你的这个如何创造价值了，就开始更加精确了，更加细了。怎样创造价值？价值是一定是通过某些事情展现出来的，比如说你讲了人和人的区别啊，就是说在一篇讲道里面讲，有的人呢，他一个人可以养活一个公司，一千个人，因为他创造出来的，他做出来的这些事情展现出来的能力给公司带来的效益。就好像比如说这个问题，好像，基督怎么样知道你是有价值的？通过什么手段？做事情，做任务，就到辅导这种核心点，对不对？他怎样知道你有没有价值？我们就开始了，对吧？过日子，对吧？第六，这是第六步了。做事儿，做任务。对吧？因为什么要通过做任务呢？为什么要通过做任务来展现你的价值呢？做任务，在做任务过程当中，你会彰显什么东西？能力，才华，对吧？智慧，对吧？智慧实际上也会配。这个就是什么？那么耶稣他是不是？耶稣是不是要思考？要那么他的那么我们开始研究什么？那么他的这个条件就是说白了，我们开始什么深度研究什么？他的条件什么东西了？他条件上面有什么东西？是吧？所以说，因为你在通过做任务的过程当中，通过在做任务过程当中，它体现在那么耶稣关心你哪几个方面，你知道吗？信仰能力属性，对吧？
所以在做任务的过程当中，耶和华神他其实就是关注于三个层面，基本上都关注于三个层面，当然可能更多层面，就是说基本上通过什么几个这三个点来测你，你的信仰如何，你的属性如何，你的能力如何，对吧？我们现在又开始往下沉，因为你在做任务的过程当中，你这三就是这三个指标，就是说里面的东西就会发挥出来，对不对？对，是不是？是的，就会发挥出来。就比如说，跟咱比如说这个例子行了，你打篮球一样，是吧？你打让就是说，你说就比如说我现在应聘啊，今天打一个比赛，就是说以后呢会为我们青岛队打这个比赛了。那么我让你过来干什么？来干什么？来打比赛啊？打上比赛的话，我来看你什么？看你们这个周折度，周折度还是？看你的水平，对吧？我让你打个比赛，我来看你什么呀？一个教练，就说一个教练选拔这个队员，选拔他组队对不对？他组成一个队伍对不对？你比如说代表青岛队，他就作为一个教练，他要思考什么？去打篮球比赛啊，你要思考什么？你就比如说刚才开始讲了。技术行不行？技术包括什么？运球啊，投篮啊，传球啊，和人团队合作，还有呢，他那不能挂的呀，因为他身体还有周全。对，不是 block 的话，其实教练考虑的最后就是我们如何能赢，我们的差距是什么，然后，包括整个团队合作能力。一个教练选拔组成一个队伍，都组成一个队伍，他要考虑哪些因素？对，肯定是赢是第一的，你有没有能力？赢是第一。有肯定了，都要有，都要有，不是废话，都是废话。包括人格啊，这个性格方面，比如说你去打着打着生起气了，砸了，对吧？砸了裁判教练打一顿，直接被罚下来都不用打。因为中国足球，踢不过人家踢下腿，谁都不敢跟中国人去打友谊赛。有一赛完了，他们先把什么？先把对方主力盖着，把腿都给铲断。有一赛谁都不敢打，这边是都是站着，那边给他游，他们也是给他游，你知道吗？先把对方主力铲着。品格有问题。太可怕了，足球把手掉下来。我是个维修员，拿了钱的，来了没有问题。所以说我们很适合踢少林足球。少林足球。要不我们说篮球吧，比赛，那么你会思考什么？来 PK， 其实技术。对，技术包括什么？就说技术包括什么？技术包括。技术包括什么？打篮球的基本要素，运球会不会？运球，那么技术说有运球对不对？你运球都不会运，运球都不会运，你都运不好。难了就跑，对不对？运球的人家都很流畅，啦啦跑，那跑起来都很流畅，对不对？你运都你这样子，直接砸，对不对？运球对吧？运球、射篮、传球，这基本要素对不对？就是这些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能力。你比如投十个球，你看能进一个，对不对？是不是？你的命中率，就是说这是你的技术方面，还有什么？你的品德方面，对不对？你是不是动不动就摔脸子啊？对不对？跟球队，那么你团队合作能力，就是你团队合作能力，你的就是你的属性，你比如说也包括你属性，听命能力，对不对？队长说你干什么事儿，你就干，对不对？然后呢，包括里面的德行，你脾气好不好？到底能不能跟人团队合作？有没有这个意识？团队性意识，对不对？对吧？属性方面还有还有这个没有，就技术和这个道德方面，那么还有些什么智商问题也是，对吧？你呵呵没有智商打篮球也是很差的，都不知道怎么，就是没法判断，你知道吧？没法判断，这个时候该干什么事儿，没法判断的时候该干什么事儿，是吧？对吧？所以说你就知道，就是在一个篮球比赛选拔一个人才的时候，都要什么？看你很多具体的东西，对不对？
具体的一些东西。那反过来想，对吧？就说在基督，我们通过做任务是吗？彰显信仰属性和能力，对吧？然后呢，我们不可能停留在什么信仰这个单词上，对不对？然后我们又开始分析什么信仰里面包括什么，对吧？我到底有什么呀，对吧？我信仰里面又包括什么东西？比如说，对吧？敬畏神，你的敬畏度多少？嗯，和什么叫敬畏？因为现在你要就是说，我们现在难度也是这样。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说我现在组织起来越来越难？是因为是什么？我发现我们不单单只是针对于信仰，以前我还觉得我们信仰上有问题，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们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很多板块都没有，因为耶稣说句话很有意思。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主耶稣说：“爱慕公义如饥渴饥死如饥似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到饱足。心存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上帝的怜悯。心灵纯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见到上帝。”这里有一句，还有这个什么？还有在旧约时代，他们招兵买马的事。大卫呢，在这个躲避扫罗王的时候呢，有些勇士投奔他，帮助他作战。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弓箭手，左右手都能开弓。你想想，左右手都能开弓的勇士啊！人家这样开，都能开一个开弓射箭，左右手开弓，那个难度性很高。这些勇士左右手开弓。然后呢，还有一些人呢，什么？他们作战英勇，善用矛和盾。那么，貌似雄狮，快如这个山鹿，就什么意思？他们拿那个盾牌和这个枪法，速度移动速度很快，然后杀人，哗下下，一个人干好几个兵，不是光背战将，一个人杀了多少兵？你知道？那这是人家这种骁勇善战，人家来投奔大卫来一场打仗。你看，他们都是什么？都是将领，作战英勇。帮助大卫抗击匪类，他们天天有人投奔大卫，以形成一支大军，好像上帝的军队。就凭借耶稣说的那几句话，来看大卫招兵买马，你发现有什么共性？耶稣招兵买马也是这样。你说共性有问题。一个什么？那个爱慕公义的人有福了，爱慕公义的人有福了。它的属性，它的这个公益属性，就是公益属性，公益啊，忠义，公益属性，公益的属性，就单独拿出公益、忠义的这二字，我们首先有没有具备的东西？耶稣说什么？渴慕、爱慕公益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到饱足。问题是我们以前说白了，我们以前有没有忠义之心、忠诚、公益在不在里面？能不理解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以前都不是个忠诚度很高的人，以前我们都不知道忠诚，就是以前我们都不知道忠诚两个字，以前我都没有忠诚两个字。你就说白了，你是无中生有。你现在对于属性的方面，你开始什么无中生有，属性的多去了，属性的东西很多，对吧？包括昨天我做了那个图。包括昨天做了那个图一样，信仰包括什么？就是个大图啊，上方给我仔细看，嗯。
然后呢，信仰里面又包括什么？信仰里面有很多点，天国心、敬畏心、法则度、爱神度、信心度、世经度、赞美度、祷告度、认知度、知识度、同在度和灵感度。属性里面包括忠诚度、求真心、进取心、公正心、勇敢心、谦卑心、纯真心、大义心、大度心、怜悯心、温柔心、乐观心。能力包括什么？领导力、学习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自我认知、理解能力、沟通能力、思维逻辑、团队合作、组织能力、思维逻辑、亲和力、运动能力。就是说我把这些三耶和华神是考察我们，通过什么三个点，对吧？通过做任务的方式干什么？看我们信仰如何，属性如何，能力如何。信仰里面又包括很多东西。你比如说很简单的事，你我随便找一个法则度什么，你这个人根本就什么，对于上帝的法则根本就不在乎，无所谓，根本就不知道。那么你想说，你的信仰能好哪去？你对于上帝的法则根本就不知道，首先不知道上帝法则里面有什么，或者说你根本不在乎，无所谓。你说你能走你的信仰道路，你说你能走得多好？你想的是什么？你能走得多好？我是这举例说明，对不对？对吧？你比如说，你对于朝廷体系、天朝体系，你都不知道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里面的东西，你能走，你的信仰能走多好？那就再反问一句，你的信仰能走多好？对吧？比如说天国心、建国大业之心啊，建国大业，你对于一个国家的建立，对于你想进入这个国家里面的渴望度、渴慕度到底是多少？你基本上没有，不在乎，你说你能走多好？信仰，这是摆在你信仰里边，对吧？随便就是从信仰里面随便拿出一个点来问你，对吧？就说随便一个点，你的分数不高，你的信仰能走多好？包括你比如说爱神度，对吧？你对于神的爱到底到达什么样的地步？你爱他到底到达什么地步，对吧？你都不爱神，能走多好，对不对？其他经文，对吧？经文你都不懂，你能走多好？认知度，对吧？你对于这个上帝的认知，根本就没有了解，你说你能走多好？你发现没有？就是随便拿出一个点，就随便信仰里面随便就拿出一个点来给你卡你，你的分数很低。你的信仰这个层面都不定好，对不对？你发现没有？这是信仰。那属性，你说好行，你信仰分数好，你说你属性啊，你的属性你想什么？忠诚度，就是忠诚度的问题。你可能你这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忠诚两个字儿，你也没有研究过，你也不懂什么叫忠诚，你也达不到那种标准。你说你的忠诚度能好吗？忠诚度的问题。进取心，还有进取心的问题，对吧？因为耶稣一直说什么，你要尽心尽力来爱我，你要尽心尽力做事，对不对？你说你的进取心，你能真的是干什么事都是什么绞尽脑汁日日夜夜的去努力，你真的会这样有这样吗？你有这样进取心吗？你存不存在进取心啊？如果你没有这样进取心的话，那么你的属性能好多少？你忠诚度，就是你的忠诚度达不到那种关羽和诸葛亮那种水准，因为你没见过嘛，你都不知道什么叫何为忠诚、忠义，对不对？没见过。那么人家关羽信耶稣之后，诸葛亮信耶稣，跟你有什么区别？你想过没有？就今天关羽信了耶稣，今天诸葛亮信了耶稣，跟你有什么区别？那么跟你去对，你要想知道，这个是人才竞争，对不对？这是人才竞争的问题，对不对？你都没有见过，你都没有根儿，你说你都没有这个东西，你要重新的开始从这个点啊，我对于忠诚度、忠诚两个字，我这个单词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它这里边定义，我也不知道里面解释，我也不知道里面深度，我也演绎不出来，那么你就没有忠诚度，对不对？你作为一个没有忠诚度的人，你说你的属性能有多好？属性的方面，公众的心，你做事是不是都是公众的？公众，对不对？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公众公益，像包青天一样，如同包青天一样，你是否这样？
你的忠诚度、忠义度跟诸葛亮、跟关羽一样，对吧？你就是你的公众心，公众心里你跟包青天一样，有没有这样？有没有这样的属性？对不对？勇敢的心，对不对？然后耶和华神让我们打，他们为什么不敢打？因为他们缺乏什么？勇敢的心。为什么每次你都看到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对吧？你要刚强，为什么耶和华神非常注重于什么刚强壮胆？说白了，你不怕死，不单单是旧约里面不怕死，耶稣也说什么？耶稣也这样说，对吧？对吧？凡为我死，凡我死了，你就活；害怕死了，下就叫下地狱，是不是？耶稣也这样说，是的，对不对？所以说，你发现耶稣对于这些属性的要求，他是到达一种地步了。他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你想做就随随便便做一做，他要达到某种程度了。你不是勇敢的心，他要什么样的地步？不是说你今天你能过来来学习，还是什么？他要达到不怕死，能达到不怕死的心，勇敢的心。对吧？我说我现在你说随便找这个属性里面，你知道耶和华是能对这个属性这个点的要求度是很高的。是的，属性是很多，纯真心、大义心，比如说大义心嘛，对不对？那么你有你的小义心，那么你做事情有没有一个大义的心？为了就是我活着就是为建功大业，你别说别的，没有用，都是废话。其他除了建功大业都是废话。你只有大义的心，你有没有这样的心？除了建国大业啊，你其他的东西你别过谈，对吧？大义的心、大度的心，你不是属于那种斤斤计较，天天跟人斤斤计较，而不是不能大度能容嘛，对不对？你是大度的心、怜悯的心、乐观，你还是消极，每天都活在消极当中。你发现没有？说到这些属性的方面，它都需要耶和华神都在上面审核，一个点一个点审核你，是不是？你刚说一个属性，有好多好多点。每一个点都有它的分数，每一个点都有它的分数，每一个点，是不是？对吧？不管是信仰也好，信仰每一个点，不管是信仰每一个点，还是属性每一个点，它都有个分数了，都给你打分了，就像考试一样，对吧？考试考你语文、数学、英语、地理、历史啊、生物，对不对？好多好多科目也是一样。耶和华神也会通过做任务的方式来考核你信仰天国心多少分数，敬畏度多少分数，法则度多少分数，爱神度多少分数，信心多少分数，诗经度多少分数，赞美、祷告、认知、知识、同在、灵感，他都会考察什么？你的一个分数。同样道理，属性方面也是一样，忠诚度多少分数，求真度、进取心、公众心、勇敢心、谦卑心、纯真心、大义心，就是所有的属性里面的点都会给你个分数，你会有个分数值的分数。这也是什么？你发现耶和华神考察你的条件非常的细微，非常的细微，是吧？对，是的，好详细。然后呢，我们把能力值，能力这个问题，把能力、领导力、学习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自我认知、理解能力、沟通能力、思维逻辑、团队合作、组织能力，还有一个那个记忆能力、亲和力啊，我又随便，我还说，我又拿出个理解能力是吗？你的悟性、理解能力，就是说耶稣说的话，你都没法理解。你说你的信仰，就是说白了，他为什么说你的能力值，也决定了你什么？你的信仰，你的能力值啊，也决定了你的信仰和属性。为什么？我为什么说这句话？你们说为什么说这句话？就是你的能力值也决定了你的信仰和属性能走多远。为什么？为什么我说你的能力值也决定了你的信仰和属性能走多远？因为如果没有办法理解神的话的意思，那你就没办法走。因为特别是你理解不了的时候，你会扭曲。你一扭曲，那你就走不下去了。人为什么能走下去？因为你理解嘛，理解清楚了，你就知道怎么走。那你不知道怎么走，就像玩游戏一样，你通不了关。你怎么会？上一次我说了嘛，我说我们现在，我说我们现在我发生就是看到现在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就是砍一大树对吧？我为什么说我们没有斧头？对，我一直说我们现在这帮人不是说信仰也不行，我说属性也不行，就是说就这样讲了，我给你天天看视频，就给你时间24小时天天看我视频，你可能都没有用。原因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发现了，现在我们现在缺乏什么东西？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就是说，
你吸就是你的吸收率，就是你看一遍视频之后吸收率，人家太少了，人家理解能力好了，人家吸收80%，人家吸收80%，你只能吸收5%。三个小时视频之后，人家有能力好的人呢，领悟能力、悟性好的人呢，吸收80%，你只有吸收5%，你也看了，你也花时间了，时间你也花了。时间你也花了，不是说你不花。是不是像磨刀？比如说磨刀，有人磨一个小时可以磨的80%的90%很利，但是你磨了可能只还是很钝，就只能5%，所以你砍柴你砍不下去，还是很钝。这个意思对吧？是这个意思。工具，能力就是你工具吗？你的能力它就是你，其实是什么工具？就是你走信，就是能力是你走信仰的工具。对，能力，你的能力值会影响你的信仰和属性的，因为你理解不了。你比如说我这样讲，什么叫忠诚？你讲了一遍一遍又一遍，你就是理解不了，你就领悟不了。一年又过去了，这个忠诚度啊，这个忠诚这两个字儿，你还是没有理解。对。你现在发现没有？现在我现在就是通过上一次的课，为什么我现在要解决我对你们要解决很多的问题，一些能力上的问题。为什么你现在并不是说你说花时间的问题了，跟你的时间没有关系，你知道吗？能不能理解？发现了没有？没有悟性，没有能力值来。没有能力值来做这些事情，没有能力值。所以说你虽然回去看你听我讲，但你也不一定，就是说你听我说一句话，就比如说你们每一个人，其实我说完一句话之后，你们的领悟能力都不一样，就是你们吸收我的这个信息，其实你们现在已经有不一样了。那么理解，就是我现在这边讲道也好，我现在说的话也好，我的每次的推理也好，我每次讲篇道也好，其实我们每一节课都不一样。是的。虽然每个人都在听啊，虽然三个小时时间是一样，除了时间是一样之外，其他的东西都不一样。你的分析能力不一样吗？分析能力。你的理解能力不一样吗？你的逻辑思维不一样吗？是不是？是。你的归纳能力不一样吗？所以说这些都是你能，我讲完一些课之后，我讲完这个道之后呢，你这些能力，就是你这些具备的能力呢，反射出什么？你对我这堂讲课里面到底能吸收多少？吸收多与少，能理解多少？你的能力值吧，你的能力值越低，你的吸收我的这个我讲的东西也是越低。你在提出说吧，你在提升你的属性方面、信仰方面也会非常的慢。别人可能，别人可能用读写了，你还听着不行；别人用开上汽车了，你可能还用自行车；别人用坐上高铁了，你可能还用自行车跑。所以你比如说1200公里是固定的，你说比如说天路里程吧，1200公里是固定的。你的工具可能是走路，你的工具可能就用走路。你用步行，你自己的工具，还有人骑自行车，还有人骑自行车，还有人开汽车，还有人坐高铁，还有人坐飞机了，对吧？还有人坐飞机了。能力，这个能力就是你的工具，能力是你的工具，就是你追求信仰的时候，你是以走路的方式追求信仰的。你还是骑电动车呢？你还是开汽车呢？你还是坐高铁呢？你还是坐飞机？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想不想过。你这个问题你想不想过？以前你们？因为以前你反过来想，为什么我们以前认为，这个能力值不要紧无所谓，还是以前被错误的假教义
新祷告方式了，信耶稣了，他不在乎你，他就耶和华神就必须要高举愚蠢，他不高举智慧啊，耶和华神不是智慧的象征啊，他要高举愚蠢，高举我们不动脑子，高举我们理解能力差，高举啊，我们理解能力差，高举起来，能力差，高举我们悟性低，高举我们沟通能力差，沟通不效。耶和华神高举过吗？没有，没有，对不对？耶和华神是智慧的神，怎么可能？对吧？拿一句经文说，耶和华神拣选的有智慧不多，有能力也不多，智慧有能力也不多。然后呢，我们这一群人一辈子没有能力，反而成为了我们骄傲的资本。对，我骄傲啊！那耶和华神就拣选我们这帮人，就拣选我们这帮人。我们要保持住，对不对？我没有，耶和华神今天没有能力了吗？我们一定要保持住，没有能力啊！千万不要有能力，要不然的话，耶和华神就不拣选我了。对吧？然后呢？他喜欢用一句话，就完全换成一个：有知识的人，知识者就要自大。对，知识者就要自大，是吧？你认识人越多，你越骄傲。对，对吧？越高越骄傲。你看没有？你是不是在无意当中显摆你自己比我认识多呀？对。你是无意当中来显摆你自己跟谁的关系好呀？你骄傲自大了，看没有？反而我还成了骄傲自大了，反而我更加骄傲。对，你越来越认识神的人呢、啊，我先扣你个骄傲自大的帽子，然后反而让我越来越骄傲。是的，就这么。把愚蠢、愚昧、无知当成一个什么？当成一种荣耀来拜了。是的。这个就是我们以前这种状态。为什么你看我多少年前，你反来想，为什么这么多年你们真实的一些东西没有提升，信仰属性能力没有提升，其实这不就不是吗？如果你知道耶和华神不要这样的人的话，你会不会提升？会的。会不会？会。耶和华神不要愚蠢的人，你会提升？会。提升有智慧。一定会，对吧？所以为什么你没有提升？就是什么？你就认为耶和华神就要高举人家。是的。对吧？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像当时巴比伦帝国把以色列国家给灭了，对不对？你不选尼撒王，选八十个人进入他国家，你想清了，那么一样道理。他选八十个人，但以理都什么样的人？但以理的人，但以理是个什么样的人？有智慧，有悟性，有知识，俊美，智慧超级，然后长得又俊美。对不对？是啊，好看的，是吧？旧约里面也是一样嘛，残疾的、长痘的，不进都不能进圣殿。对呀、啊，对吧、啊？他们圣殿是一样，进入圣殿的人，你六根不全嘛，然后长脸上长东西的人都不能进圣殿嘛、哎，你也得去只能接近圣殿，不是说随便进。现在我每个人都是这样，那么多孩子，对吧？你要知道。我们一直没有区分，就是新约和旧约里面到底之间为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你要知道，耶和华神作为一个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神，智慧是他化身，对不对？荣美，他的形象荣美，是他的这个样子，对不对？对，对不对？从旧约到新约，新约只是什么？上帝只是打破了什么，给你机会了。对，因为他如果卡你的话，你肯定死，你可以。律法完全，你肯定进不去，对不对？他给你打链子慢了，就是说这个新约来到，他但是耶和华神并不是什么高举那些愚蠢什么东西，对，无知，对吧？他不是高举这些东西，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错误的理解什么？好像这个幔子裂开了，然后呢，上帝要的属性也更改了，上帝就是要那些狡诈的、诡诈的。就是说就那种斤斤计较的小肚心肠了啊，就喜欢这样的人，所以这都是我们错误认知。因为耶稣说什么？饥渴慕义的人信我有福，对吧？就是说耶稣的原话，通俗一等什么？像诸葛亮这样的人信我的有福了，像关羽这样的人信我的有福了，对，像那个包公包青天这样信了的人有福了，对对吧？
本来你的这个刀就立了哈，对吧？他们上人有福，但从来没有说，对吧？从来没有，他总是愚蠢人有祸了。对啊，愚昧无知的人有祸了。我的名因为愚昧无知而犯罪啊，为什么有祸？对。那他没有说我的名因为有智慧而犯罪。所以说你知道三暗魔鬼像假牧师体验人性，体验人性就是你说你为什么你的生命力没有成长，它没有原因吗？你有把你定死了，你这样也挺好，这个样子，你以前你信耶稣，你近一年信耶稣什么样，你过了十年二十年你还怎么样，就是你不会成长的，为什么？因为你又把这些给弄死了，对，你又把这给弄死了，对不对？你想是不是？嗯。但上帝呢而是。但上帝不一样，但上帝要通过什么？他为了选拔人才，对吧？他为了选拔人才，也为了什么？给公开量化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就通过做任务，嗯，对吧？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出乌尔那一天，从亚伯拉罕离开他本族本地本乡那天，对吧？你发现没有？他亚伯拉罕这一生都是通过做任务完成的，都是通过做任务来完成。干什么？为什么？耶和华神怎么样让你赢？就是。让你得胜的心不够服，让你输了也心不够服，你输了也让你心不够服，赢了也让你心不够服，确实，对不对？为什么？给你个任务，你来看看试试。嗯，就是让你赢了心不够服，你因为你确实有这个能力，你也展现了你的故事，因为你的历史故事是这样，对不对？对，你的每一个就是你在做任务的时候，你所展现的这种能力值，你的信仰属性和能力展现出来了，就是那样，你是达标了。对不对？为什么说只有通过做任务的时候，你才能知道你会更加明白你自己是谁？对。那么比如说，为什么我最近让你玩那个《梦幻模拟战》？你就是在玩的过程当中，因为你有的时候你不承认，哎，你完全是属于那什么人，反正吧，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或者说你就觉得你自己很厉害，那么你玩一玩，你吹牛，你吹试试，对吧？你不骄傲自大吗？来，你吹试试，你发现没有？自从玩了游戏之后呢，都谦卑了，对吧？都谦卑了，都没话说了，都确实没有，都谦卑了。对呀，他也不能老显摆了，对不对？也很傲了，也不傲了。哎，这叫我怎么弄？这个人怎么弄？那个人怎么？都谦卑下来。为什么？你发现没有？就做任务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我的水平，原来我的思维逻辑，我的布局，我的分析能力，我的策划能力，他好像就这个样。啊！别人跟你说你的，别人说你吧，你的分析能力很弱，你不信，我就不信。你还说我弱，你才弱。对，这就是人性。他不知道他自己，你知道吗？你知道他不承认，死不承认。自己做一做，你看没有？自己玩吧。哎，你也不用吹牛了，你第一关上都过不了，你也不用吹牛了。人家都二关、三关、四关、五关、六关都走了，你慢慢第一关吹牛。以后你见钉子妹，然后会问你。第几关吧，第一关。你不要说你智商多高，人家你不要说，人家都知道。你不要说别人，你再给人家说你的逻辑思维多好，分析能力多么好，你说人家会不信你？你说人家会不信你？知道吗？吹牛吧。对不对？你说谁会信你？对吧？就是通过问你个问题，就是通过做任务这个事儿问你一下，就基本上就知道你的水平了。你信不信？你觉得你说是不是？是的。因为这个任务就反射出什么？你的分析能力，你的布局能力，你的计算能力，你的计算能力，你的逻辑推理能力，它都在里面，你知道吧？是的，对吧？你玩第几关，你的水平也就那么样。你跟别人说，你说你的智商再高，然后你才玩第一关，你说谁会信你？你说谁会信你？没有什么相信，你知道吗？因为你这个事实是什么？事实胜于雄辩嘛，对吧？你天辩论跟人辩，辩来辩去就不服这个，不服那个，然后最后发现自己你是水平那个样，哼，对吧？你不服也要服。所以说，你知道上帝也会通过什么各种各样的任务，各种各样的任务，你不服，你做一做，心服口服，对吧？你什么水平？他为什么说做饼店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任务而已？只是其中的一个任务而已，你后面任务多去了，你第一关过不了，你饼店做不起来，你还会给你更大的任务。第一关过不了，你玩第二关，你更玩不了，能不能理解？就是上帝会给我们不同的任务，意识到什么？最后像好像什么？我们第二七关就好像什么哈姆雷顿，对，最后一关就好像哈姆雷顿一样，
对不对？像不像？像。就是上帝会给，就是我们最终的战役第二十七关最后一个关就是哈比多顿，对吧？你看第一关过不去，人家考虑天，考虑汉学问，第一关过不去，你考虑那么多干什么？是不是？你第一关过不去，你考虑那么多干什么？对吧？然后呢？我们再推理，你看第一关过不去了，你怎么推理出你二十七关能过去？对不对？你第一关过不去，我们知道你第二关肯定过不去。第二关过不去，我知道你第三关都过不去，第三关过不去，第四关过不去，对不对？对，因为每一关就每一个任务，就耶和华神给我每一个任务，你知道吧？我都是循序渐进的。耶和华神在就是耶和华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肯定是什么有一个最高任务。对，就好像说雅思考试一样，就好像你的英语必须过雅思。雅思考试是你的最终任务，对不对？嗯、那么你必须要从小学开始吧？对，小学水平，小学水平，嗯、初中水平、嗯，高中水平，大学水平，嗯、然后考雅思。对，对不对？你小学考不过，你就考雅思，你说我会不会信？不信，不会。你说会不会信？信，对吧？你所以耶和华神就是你要明白什么？耶和华神给我们小任务我们都完不成，他会第二任务他，你肯定过不了。是的，你信不信？因为夜华神不让我们做每天换个任务，看不过，照样过不了。是的，你明白了吧？就说夜华神一直通过做任务的手段，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你看，就说这摩西啊、出埃及啊、哥亚加勒美地，你知道吧？也是一样道理。就说夜华神会通过做任务的手段来展现你的心。嗯，就好像我在比方说什么，但同时夜华神也很有意思，他很喜欢团队合作。夜华神呢，也是什么，也不是说。你比如说哥俩加勒美地啊，也不是说什么一个人上打，他不是一个一个上打，对不对？嗯，他不是一个人上打，而是说一群人，对不对？假设说，就比如说一个假设问题，说我们要攻打加勒美地，对不对？先让哥林多教会先上，哥林多教会先组成个团队攻打加勒美地，然后耶和华神呢，天什么的做起上来观察那些评分人员，对吧？对于这个团队合作，谁是教会领袖？然后下面每个人怎么样配合了，打了能力值怎么样，信仰怎么样，怎么给他做分数测评，对不对？嗯，能不能理解这个？就是说这个团队都，你比如说一百个人上打的时候，填什么的计算，对在计算什么，在打的过程当中，你的信仰反射出来，填过去，他打每个指标就开始什么评分了，开始对你打分，对你每一个水平哒哒哒，你看60分、50分、40分、70分，不就是每一个信仰打分，然后属性。对吧？你的正容度多少？50分，你的勇敢度80分，你的信这哒哒哒哒给你打分，你知道吧？嗯。所有东西都天什么都在给你打分，你知道？你在你做任务的时候，天使已经给你就给你打分了，50、40、30啊，60、90了，就是然后呢，给你个综合分数，你是合格不合格？你想不想过这个点？没有。就是你做任务的时候，上帝已经开始给你在信仰上每个指标给你不叫评分，然后打分。你的卷子每天就是说你做任务的时候，你卷子的分数在刷着，每天改卷，在刷你的分数。你想不想我这个问题？嗯，对吧？然后呢，什么算合格呢？你比如说哥林多教会整体实力水平都很差，对吧？水平很差，这帮不行，淘汰，对吧？这帮分数很低，然后总测评信仰属性能力值这个教会。40分，不行，哎，但是呢，你知道这个哥林多教会灭了，团灭，不代表什么上帝计划团灭了，是吧？不代表上帝计划失败了。然后干什么？撒迪教会上，是的。然后再换个教会再上，淘汰一批，下一批撒迪教会再组队去上打，再看再评分。撒迪教会不行，再换以弗所不行，非拉铁被上，嗯。其实这个跟那个教练是一样的，其实跟就是说选拔这个足那个，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如果是青岛市的足球的协会的会长，嗯，如果我是来选拔这个人的话，我是选拔人的话，我也是这样，选择比如说市北区多少球队，市北区多少球队，市南区多少球队，老山区多少球队，先让市北区10个球队互相比赛。能理解，我先让市北区每个球队互相比赛，
然后呢，选拔出一个最高强球队，市南区没有球队比赛，老山区、李沧区，对不对？嗯。然后呢，选出最强之后，再让他们比赛组队，然后然后再比赛，然后呢，我再筛选，再海选，最后选两个球队之后，再让他们比赛，然后再从再综合用测评，把最强的人，把最强的人再组成球队，青岛市这个球队组建完成，青岛市的球队组建完成，这么组建。最强球队出来，对吧？如果飞鸭铁飞他们这一组，比如说，如果飞鸭铁飞所有的信，他们所有的这个的队员，所有的这个团队，所有的圣徒都是80分的话，他们球队都不能很强，就说明什么？其他的球队里面一个资格都没有，就是一个人员都进不去。如果夜华神选100个人的话，比如说选100个人，对不对？如果飞鸭铁飞。就那个团队里面，每一个圣徒都是平均分80分，那说明什么？其他人一个机会都没有。因为夜华神只要什么最棒的，对吧？又回到了嘛，条件里面选拔，这个就是什么比赛都来了。比赛为什么夜就我们要搞就是为什么夜华神为什么创造比赛？比赛怎么诞生的？为什么他为什么会有比赛？以前你想过吗？然后因为耶稣说嘛，不要让人抢夺你的冠冕，不要让人抢夺了你的冠冕，就不要让人抢夺你的位置，就这个意思。不要让人抢夺，比如说不要让人替代你的位置，对不对？使徒犹大下去了，马上迅速会有人替代。在替代过程当中，也是竞争非常非常激烈的，不是说所有人都有机会，你知道吗？这些我发现，这些都是我们以前都没有概念，就没有什么概念。竞争比赛是非常残酷的，我们根本就不理解，或者我们不在乎、不理解、无所谓。对于这些东西，对于最后的选拔条件、选拔竞技的国家里边，你都不在乎。你像德胜，你要什么样的什么？你发现没有？德胜对德胜穿白衣。你要经过多少多少东西，你要做下沉到多少东西才能得胜。你如果你在比赛当中做任务当中确实你非常优秀，你才能得胜，再回转出来，知道吗？你能转过这一圈，这一圈能转回来了。你发现没有？你这一圈转化是通过什么一个循环了？看看，这是个循环，对吧？得胜穿白衣，信耶稣得永生，这是最后一步。但你要证明你得胜的话，你需要1、2、3、4、5、6、7啊，第七步，你需要最少赌七步，然后呢，证明你的实力确实如此，然后你才能得胜呢。这个就是什么？这是全貌，这是一个全貌的问题。你们以前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思维逻辑想法？这还是属于什么？上帝所创造出。已经创造出这样的一个生活上的常识。如果我们真的没有见过吧，我还觉得无所谓。但是我们从上学开始就开始什么 PK， 从上学校开始就开始排名，排名了，第一名、第二、第三名，然后呢排名了，对不对？你玩任何的游戏，就说白了，你玩任何的游戏，其实你都知道什么，对不对？叫最好的，你玩任何的游戏的比赛，难道？就是说我们既然有这样的认知，有这样的概念，为什么不理解这个，又不理解这个事儿呢？哪里出问题了？哪里出问题了？认知。哪里出问题了？思维模拟，自我经历卡住了。人性太懒，不想进去。所以说这个问题呢，有可能后面更多的出现在属性方面，更多出现属性，人懒惰了，人懒，人不愿意竞争，人懒惰，不愿意竞争，你不愿意，你谁愿意？你们看看过《火影忍者》？火影忍者看过，就是刚就是秀看过，你们那个小李看过，你也看过，对吧？小李跟那个，跟就小李跟那个。Sasuke 啊，火影。Sasuke， 那 Sasuke 那中文名字什么？佐助。佐助，对呀、啊，对呀、啊。
对吧？跟佐助，那么佐助是有天赋的，小李是没有天赋的，你知道吗？但他呢，他呢什么？每天在训练，跟凯他们的精神力量什么？每天日日夜的训练，对吧？每天努力，他们拼命努力。我是不是你比我有天赋对吧？不要紧，我用我的努力超越你。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精神，就是我们这块有这样的精神，我们虽然没有能力，但是我们都战无不胜，你信不信？信。就是我们信，就算我们没有能力，就算我们能力缺乏，但是最害怕什么？我们没有属性，能力还不是我们最可怕，你知道吗？对，没有能力不是最可怕，最可怕是没有属性，属性差。最可怕是我们在这属性上，属性忠诚度，包括你的努力程度、进取心。如果我们连进取心都没有的话，我们不要想了，对吧？进取心什么？你愿意，你真的愿意什么？为了什么达到某种目的，日日夜夜还是什么呀？尽心尽力、绞尽脑汁的训练自己，刻意训练。为了什么？还要竞争，给别人竞争，对不对？每一天在这训练。你像你这样的人吧，你把你最后就是你把你的这个命运交给上帝，我觉得你这样的人可以。你把答案嘛，对吧？你把最后的结果交给上帝，因为什么？我已经尽力了，对吧？我已经尽我最大努力，我就这样了，对吧？你我已经尽心尽力了，对不对？那叫上帝审判你，那不要紧。但是就要怕什么？我们这帮人吧，又懒又饿，又懒惰，又不愿意竞争，又不愿意面对现实，又不愿意积极努力去改变自己。拼了命的改变，拼了命的改变自己，又不愿意这样过这样生活，又不愿意每天把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效率功达到最高，又不愿意，那最可怕了。那谁都拯救不了这样的人，你知道吧？不愿意把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就是把每一天的训练程度最高效率，每一分钟都不花费。我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谁都救不了你。我们本来就没有根基，对不对？我们本来就很多缺乏，我们又缺乏又不愿意努力，你说这样的状态的话，你说谁能帮助谁呢？能不能理解？嗯，对，谁都救不了谁。你把耶稣放这里也没用，对吧？你把谁放这里都带不动，你知道吧？所以说谁都不希望我，比如说我现在带领你们的团队，我也不希望我们的团队输，对不对？同样道理，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去努力，不愿意努力，都没有什么心的话，我们也有灭亡。嗯，很快有什么都灭亡，很快都灭亡。灭亡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单纯能力差，是因为什么？我们的属性，我们进取心、努力度太低，是不愿意攻破自己的人性，最后灭亡了，最后结束了。能力，就是说，因为不努力，也不提升自己的能力，因为你不愿意进取，所以说你的能力是一直在这里。对，所以说上也上不来，也是上不来，都上不来。所以说你发现这三个点，这信仰、属性、能力这三个点都是相依相成了。就说你想你的综合水平分数高起来，你这三个点你必须要一块儿拖才能拖起来。因为你拖不起来，就说白了你没有能力。你的信仰，你的信仰理解能力也很差。对，你没有好的属性，就是说你没有进取的心，你不提升能力，你对信仰的认知度也很低，这样的话你都起不来。嗯，所以说这三个点相依相成。嗯，相依相成。你哪个点弱，你哪个点起不来，你那个点肯定起不来。是的。综合分数，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综合指标，综合分数。耶和华神也会看我们综合分数的，所以说你就知道，如果我们假设我们在末日时代里面，末日时代有，比如说假设，我就做假设说，八世纪人，上帝在末日时代选三万人得救，就选三万人，八世纪选三万人，你在想，我是不是在三万人里面？我的综合分数是多少？这三万人的综合分数多少？如果他们都是80分的话，你就不能低于80分。如果他们综合分数所有指标，他们综合分数是80分，那么你就不能低于80分。你如果你是79也没用，79也不要你。如果末世就选三万，就选三万最优质的，选80亿，从80亿海选，从80亿选三万，80亿是选三万，对吧？你就想你的综合分数就在这里，更何况你20分30分，你连想都不用想，你就做梦的上。
所以就二十分，人家都平均分是八十分，你就二三十分，你就做梦。对，你想是不是？和咱不正常的人，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什么？因为银行管理就要人才，对不对？你综合水平二十分、三十分、四十分的，你说你不够条件，你明白吗？你也不算人才，你想你没有这个能力，那反过来想，你是不是对于上帝国家是没有价值的？是，你没有价值，没有贡献度，也没有用，废物，就是说，就是当废物一个，就废物一个过程。上帝，你要知道，他只要好鱼，你是不是叫好鱼而坏鱼？你说好果子吗？好果子，坏果子，没有果子是砍掉。对，这些话里面话里有话。是的，就说白了，如果说白了，咱拿到现在说什么？以前说什么？有好果子的是，对吧？好果子留着，树留着，对不对？坏果子树砍了，对不对？拿到现在话什么？人才我留下，垃圾走开，对不对？现在语言嘛，对不对？对。那现在话说，你是人才你留下，你不是人才你该滚蛋。嗯。现代化。嗯，对，现代化。对吧？现代化。你是个精，就是说在军队里面，你是个精兵强将，我要你。你啥都不会，你都不会那个，你都不会打仗，要你干什么？就这个很残酷，对吧？人家开弓，人家弓箭手左右开弓，你连弓箭都不会拿，你连弓箭都没拿过，都没有射过箭，人家是左右开弓了都，你想想什么？人家会不会要你？你去招聘。招马上又会要你，不要你去干什么？你去送死，你去给人家送人头，不是，但是你送人头，万一抓了你的话，你还可能你还把就出卖我们，叛国贼，杀不了人，你还成为叛国贼一个，那是很现实什么的。那如果今天比如说今天吧，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要打穆拉姆里战，我去打世界比赛，我可能先带一船，对不对？对，嗯。对吧？如果因为现在穆罕默德一个守军嘛，也是有对，也是对战平台，是吧？那么如果想了，我带谁去？我带一存去，去打比赛去。打比赛我输了，我去干什么？输了，谁是为了输而去？对不对？对，我肯定说，我肯定选择跟我最强人组队。是的。对不对？是这个逻辑吧？绝对不会跟那个连下载都没下载的第一关不过的人。我去了之后，我还告诉你们走，然后敌人都过，然后排兵布阵都过来了，你还不会走吧？那我去干什么？对不对？好理解吧？好理解。就说我们任何的队伍，就比赛一样，我们都愿意挑选什么？选最强的人组一个队伍。以前打 CS 也是一样的，对吧？你谁愿意这么弱了去玩游戏，去了就输，每次都输，去了干什么没意思？天天体验什么失败感？愿意吗？玩游戏就输，你愿意吗？谁愿意体验失败感？谁愿意得胜，对不对？对吧？警匪战，对不对？都一样的道理。你像打哈密多顿战役，夜华人就不想接见精兵强将去打仗，非得打个败仗回来，会吗？对吧？就好像咱就想了，耶和华神差遣，就是那个出埃及的二人去打迦南美地，耶和华神的目的是被得胜失败？得胜。他目的是被得胜，对不对？这不是失败了，是吗？不可能。对吧？当然，他们也失败了，对吧？只是说那帮人失败了，行，你不行了，下一次再上，是不是？对。不是说耶和华神的旨意就是哈密多顿战役，他已经在这里了，对不对？你不行，那让别人去。让行的人上，对吧？对，所以你发现了没有？耶和华神做事情也好，跟我们以前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没有能力，你信仰不行，属性不行，能力不行，你各方面都不行的话，你的信仰，你就是你做不了任务，上帝不会要一个做不了任务的人。不是说你不是说你喊口号，我信耶稣得永生，你就得永生。你不是喊口号说，我得胜啦。我得胜穿白衣，你喊着口号并没有，看你真本事到底有没有得胜，看你真本事。对，这个就是什么，跟我们以前的虚拟幻想，你在想一件事情，跟你做一件事情它是不一样的。就像玩穆罕默德战一样，你喊一句信耶稣就得胜，你有得胜看啥？你喊吗？你看喊了有没有用，对吧？你还第一关，你喊完了还第一关，
你喊一天一夜喊也是第一关，都不会进入第二关的。对，那怎么办？就是你喊没有用，你知道吧？上帝也愿意帮助那些什么样的人？努力勤奋的人。对，上帝愿意帮助那些什么为他而战的人。为什么使徒时代上帝君王基督经常性的平等高跟保罗他们同在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是骁勇善战，他们为上帝创造贡献，对不对？上帝愿意帮助这样的人。是的，你啥贡献都也没有，啥能力也没有，你想让神帮助你，帮你干啥？帮你干啥呀？睡觉。嗯，帮助你偷懒。多么理解？你发现没有？上帝愿意帮助那些为他的国家而骁勇善战的人。这句话，上帝愿意帮助为他的国而征战、骁勇善战的人。他不是帮助那些无所事事的，对吧？闲杂人员。谢大人，帮助谢大人员干啥呀？抱怨，天没事就抱怨，对吧？上帝会帮一批偏抱怨人还是干实事人？你就是这样吗？嗯，解决问题，对不对？解决问题，这些点都是我们以前信仰里面就是说是很缺乏。为什么我们现在信仰？难就是无中生有，不是像拥有，我们现在是无中生有，无道有，对吧？自从玩穆罕默德之战，你们也发现了，有根基的人和没根基的人就不一样，对不对？什么叫有根基？对不对？你想是不是这样？什么叫有根基？够快，够得很快，有根的人。对吧？意思是有根基的人，不是你怪速就说话，对吧？有根的人和没根的人不一样。在游戏方面，他很有根非常深。有根的人和没根的人就不一样。包括那个，你像我们走这个建国大业，因为有些东西，你看通过这本游戏化，你都发现了什么？这些东西什么事情？就说以前没有概念东西啊，你开始有概念。因为以前，你比如说建国大业，我跟你讲这个建国大业吧，也是个很比较是个抽象单词，你知道吧？因为你没有概念，可能你看过三国演义，你看过三五遍啊，你可能对于建国大业有概念，你知道吗？你是有概念，所以你知道我们是难度大地方，我们不单单是对于信仰没概念，我们是对于圣经里面所有的背景，就是我刚说的背景是什么背景？就是说对于国家的一些里面的东西，体系里面的东西啊，我们都没有，所以说导致了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难上加难。我们导致了对于耶稣说的话，我们就 get 不到他的点。背起十字架呀，为我而死呀，不要怕死呀，不要害怕杀了身体的呀，对吧？你要往前冲啊，手扶着犁甲，我看了不会进入神的国呀。你说，如果你没有建国大业，你对于战争你没有概念，你对于耶稣说句话，你再读一千遍一万遍，你还是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耶稣这个时候是站在一个军事家的角度来给你讲这些话，手扶着犁甲后看了，打仗向后跑的人都不配。对，都没。所以说，你就知道了。我也发现了，为什么我当时对于读经，我发现我读经跟你们读经是不一样了，是因为我建立在一个很强大的背景语境当中，来读经文，我已经有根了。我读经不是没有根儿，是有一定的一些知识层面的，就是认知上的方面。嗯，战争，你们自从玩了模拟战之后，你们对于战争，对于排兵布阵，比如说什么叫兵贵神速，对吧？你以前我跟你讲兵贵神速，你能理解吗？不理解。兵贵神速什么意思？对吧？你讲兵贵神速，通过模拟战有一关在第四关上，对不对？有回合制。22回合有巡游，对不对？你的第五关上，那么你的速度是比较快，对，叫兵贵神速。你要完成这个任务，你必须要快。你的快的同时呢，你还必须要防御、进攻，叫兵贵神速。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认知，也没有这样理解，也没有操作过，也没有体验感，我跟你讲兵贵神速，你怎么理解？理解不了。兵贵神速，你能兵贵神速到什么地方？你不能理解，你知道吧？
像那建国大业四个单词看似容易，建国大业里边背后数据量很大，你没有就没有，你没有的话，你像对于基督国家的认知、体系的认知、怎么样去做事儿、法则度的认知，你就更没有了。因为这个建国大业跟法则度有关系，你发现没有？就是说，所有这些地方的缺乏导致了什么？我们走信仰道路步步艰难。我们的没有，就是我们走天路跟以色列走天路的这种区别在于什么？我们真的是无中生有，从无到有，从很多方面从无到有的难度。对，你说难不难？补完了我发现，不是一般的难。是的，又大又难的事儿。你说那个难，本来想要以这个信仰上，我发现它不单纯是个信仰上，是对于每个方面的概念，每个方面的概念。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属约，耶和华神属约是神，属约两字，属约。你对着单词，就是你有没有过研究过属约这个什么意思？你有没有研究过属约这个什么意思？属约两个字你研究过吗？以前我就是过了，耶和华神是个属约的神，过了就过了，你知道吗？就是你对着，其实你都不知道耶和华神属约神，属约两个字什么意思？因为你自己都没有对于这个单词进行研究过，你也没有什么演绎过，你是不是属约的人，对不对？如果你是个属约的人，你能理解耶和华神是个属约神，那能理解？要不然的话你怎么理解呀？所以说耶和华神属性你都理解不了。嗯，所以说最后呢，什么信仰？你看没有？对于现在基督教而言，都是什么？它都是一张白纸，很虚的。只有第一个，就是这个，就只有这个层面，下面的东西都没有。他们只有上面。啊，我要信耶稣怎么样？我要上天国，信不信耶稣？信耶稣可以上天国哦，对吧？得永生哦，得永生，对吧？下面的那些东西一个都没有。嗯，多可怕！你想的是不是很可怕？你像如今的基督教这么虚，你更何况说他们与神同在？你说神会与什么样的同在？就是当你的信仰达到一种地步的时候，上帝才会愿意什么？能与你同在，对吧？当比如说我们这个团队都达到均80分的时候，我们才可能。体验到跟使徒时代那样一样的神迹大能，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啊，分数80分，综合分80分的时候，可能他会体验到什么一些不一样超自然神迹，比如说大地震的地震，我们才可能会这样，你知道吧？因为什么？上面天使军队阵有很多都在上面。比如李立行会去数余晖，拿了个旗，余晖哗，雷神天使啪啪啪的这个闪电助阵，你才能体验到这样的感觉，对不对？你才能，因为什么？你确实有这个能力，你确实可以什么？你确实达到了人家的标准，人家愿意跟你同在，对不对？有兵符，你确实手上有兵符了，得到兵符了，你让太阳往左走，别往左走，往右走就往右走，哎，兵符要出来。对吧？这个时候是什么？我们才可能说去往以色列，对吧？你去什么？你让人家嫉妒你，让以色列人产生嫉妒的心，人家可能在嫉妒。老李一去，手一挥，下雨，雷什么？电闪雷鸣，烟火，对不对？然后在上面乌云密布，啊啦啦啦！你想想，那以色列人看我，对吧？人家可能会嫉妒你。这个当中。你像正常思维逻辑，只有这种方法要记住。你去了人家跟人胡说八道，什么都没有，人家跟人讲，我信耶稣的永生，人家会怎么想你？就是脑子就疯了一个。不是，人家肯定是对。所以你就发现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对吧？如果展现我们最后是不是完成任务？说白了，我们最终任务有两大任务，第一个什么任务？让以色列人嫉妒我们，那么你让以色列人嫉妒我们，就是说嘛，我们这帮人，也就是我们教会带动了以色列最后的复兴，那我们贡献度在末日时代是最高了，对吧？我们末日时代是最高了。其二什么？我们去参加哈密顿战役，我们打一场漂亮战役，那可以，
那我们这个团队在末日里面的贡献度，在6000年以来，我们这帮人都不简单，都不简单，这帮人，对不对？是。所以说，你要问一个问号：我们这帮人能不能复兴以色列？我们这帮人能不能让以色列人嫉妒我们，带领他们信耶稣，真正信耶稣？很关键。同理啊，如果我们做不到，那别人去做，对不对？我们这个团队做不了，那别的团队做。不是说耶和华神这个任务，你要说最后复兴以色列这个事情，肯定是必然事件，对不对？以色列可是大复兴，对吧？对不对？这个预言已经发了，对不对？对，你不行，换一个人，对，换一批人，就是我们这个团队不行，换个团队，然后不一定要带团队去了，带广西团队去了，做信委的，我们这个团队团灭，然后不一定要去了，团灭，不一定要去了，这么现实，你觉得不现实？这么现实，我们不行，他们行。信咱们不行，信我的信。信我的信。不是你在这个团队里。我只是跟你说一个广西的幽默，你也听不懂。卫视下不去了，卫视不行，张社去，小张去。讲到这里，我可不可以说一下，今天早上我们敬拜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异象。因为正好跟你说的很吻合。就是早上在敬拜的时候。耶和华神让我的眼睛看到了一个特写，就是还跟我说话了，就是说因着就是江姊妹来到我们中间，然后神又让我们这小群人知道他的国度降临的时候，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在各个世界各国的人，有许多人就是在各国家的有一些中心的人，有一些追求真理的人，就像江子薇一样的人，他说他会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他，然后就让一个特写让我看到这些人，他各国家的人长相，哇，我就瞬间我就流泪了。他说江子薇来到我们中间，他给我们提个醒，你看他说江子薇从新西兰，神把他找回来了，因为看到他的里面的那种忠心的追求嘛，他的渴慕度嘛，他说他让我知道，让跟你们说，就是说你看他把江姊妹能够从新西兰带到青岛来，他也可以在全球各个国家，他可以去寻找那个中心的人，他要寻找那个最优质的种子，对，最优质的那个精兵强将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来荣耀他，然后来归向他。所以我一看到那个特写好清楚，就各个国家的人，包括以色列人，我看到很多以色列人在那里敬拜，他的敬拜很疯狂，在那里哇，那种敬拜，所以为什么我哭的原因，就因为我看到了，我相信这个一幕肯定会出现的。我想到了那时候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说我是从哪里来的人，非利士人，我是那个人，我是这个人，对。我是美国人，我是新西兰人，加拿大人，对吧？新西兰人，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被我聚集过来了。对，那时候我也说过，我说我们并不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小队伍的竞争，但是只是你们恩典先临到你们而已，是，就是说恩典先临到你们这些小区而已，你先听到了。如果你们先玩，就说你们冒昧战，先玩的人都玩不好，那后面的人代替你的话。那死有余辜，真的说，如果你们先前的人都玩不好这个游戏，都打不好这个战役，都预备不好自己，后面的人我跟你讲，他们很快的融入，因为耶和华神肯定会选择什么最优质的人，再重新不断组队，你知道吗？一批过去，一批过去，一批过去，然后选，从 A 团队选 ，B 团队选，从团队这个团队选，这个团队选，这个团队选，这个团队，他是谁，你知道吗？又重又要重新组队。又要重新再组个对象了，所以说一定，我说不是真话，我不是你开玩笑，那你能够领悟到，我说这是悟性的问题，我说我们这种战役，我们这种天路历程，它都是组得很实在的。耶和华神他是守约的神，他是信实，信实的，就是上帝不会跟你开玩笑，
我们每走一步，每走每一天，他不会跟你开玩笑。你浪费了一天，浪费一天；你浪费一个月，浪费一个月；你浪费一年，那是你的事儿。你想再回来追赶，你想再回来追赶，哦、不好意思，你可能追不上。很难的，很难。我们走的，就是我们走的速度是很快的，一步一步。我们每一天做任务，你比如说，很多人就已经错失了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对不对？他们都不知道我们干什么，他们都不知道我们。说的东西，理解的东西，因为我们都是根据我们现在干什么发生事情讲，对不对？他们就理解不了，他们没有上了经验值，他们想再去理解的话也很难。嗯，是的。所以说跟上，一定要跟上你的速度。当然，同时呢，有些人已经有这些经验值的人，像比如说预存就是很好的预表一样。当有信仰的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对预表，当有信仰的人来的时候。人家起步跟你起步不一样，人家起步是人家是游戏专家，人家是一个玩游戏的职业选手，人家玩游戏是人家比如说人家是玩梦幻模拟战的职业选手，你从来没有触及过，你在那摸索，你在摸索着玩，人家会玩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现在上帝给我们这帮人。给我们这帮没有根的人赶快预备，你不预备，当有根基的人坐在这里的时候，四面八方坐的时候，我们走起的速度、理解力，我们讲的东西，你根本就没办法理解。就像保罗所说的话一样，你像保罗希伯来说的那句话一样，我现在跟你讲这事儿吧，你听不懂吗？对不对？保罗说，我现在给你们讲的内容，你们听不明白了，听不明白了，因为你们现在只能喝奶，不能吃干粮，对不对？对吧？你们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就是你们还要再讲那最基础的怎么移动，士气，什么叫士气区，怎么移动，对不对？还在走那个还做那最基础的，人家都在什么？人家都在步兵打仗了，你还在练习什么？怎么移动？你还在练习怎么移动？人家都开始打仗了，这就是什么区别？这就很残酷了。这些东西都是很残酷的。你现在不觉醒，我说了，你现在不觉醒，你以后追起来是很难了，追起来是很难很难了。尤其是你现在底子，说实话很弱，就跟玩盲美战一样。你现在这个信仰属性和能力值的综合指标，你可能不知道，你现在可能只有二十分左右，你现在底子很弱了，不是说你觉得很强，现在很弱，很低了，你很低了。昨天我发个图你看了吗？其实像王者，因为我把这个图弄出来了，然后呢，我觉得我发现，确实你看，像王者的水准，像亚伯拉罕、摩西、以利亚、大卫这样的人，王者水准，然后呢，再往下一个级别上，约书亚上宗师，有宗师级别了，有约书亚、彼得、约翰、大使徒、大元帅这样的级别了。对不对？然后大师的职位中，大师像什么神人和使徒、撒母耳、但以理、马太、保罗、巴拿巴这样水平，对吧？王者、宗师、大师、钻石段位的十佳领袖王，军队各大领袖像先知希拉、讲师斯蒂凡、牧师提摩太水准的，这是十佳领袖。那么对于铂金了，铂金长老、智士了，路加、马可、戴居拉。亚举拉这样的人，这个是属于长老知识上水平的。你再往后想，黄金段位啊，中医的救命，像骁勇善战的圣战士，菲拉铁非常的属于什么？这属于组合，这属于黄金段位。黄金段位是属于这样的。再往下走，好像白银、乌利亚，劈下一切，刚开始劈下一切3000个救命，3000个圣战士，然后以弗所教会这样的生命力，这属于很基础的这样的信仰。那我们属于什么，对吧？氢能还是属于黑铁？你往后排一下吧。你说我们现在水平是，你都不知道我们现在水平是多少，你知道吧？你说你跟谁比？你说你现在能跟谁对比吧？你是跟马太、保罗对比呢？你还是跟那个先知希拉、跟那个提摩太对比？你还是跟那个你连长老像马可、百徐拉这样水准，马可、路加这样的，对吧？黄金段位。飞鸦铁飞综合指标的，你说你能跟谁对比？是不是很现实？嗯，对，你说都
不知道，就说都不知道在哪找到你，是吧？都不知道在哪地方找到我们。所以说这是很现实，我们是分数很低的，我们分数很低的。如果再不翻转的话，后面的人可能他们历来都60分，对吧？60分，还有70分的，对吧？那骁勇善战的人来了，你想从20分到60分多难啊，对不对？我们是黑铁，烂头烂铁。你们想不想我这个点？如果我们从20分到60分，这样不断的这样上升多少？如果以后来的人都是以60分平均分60分坐在这里，怎么办？从一来就是分数，都坐在这里。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什么很现实的东西。如果你现在不去悟到、理解到，你以后再悟到的话就晚了，人家就走起了。以后再悟的话就很难很难了。为什么？因为首先你要知道东游这事儿，因为我以前就讲东游嘛。东游这事儿，你不预备，你想把所有东西都预到最后了再预备，预备不上。你比如霍亚斯啊，上帝，比如说霍亚斯的事儿，上帝给你10年时间霍亚斯，假设说。上帝给你10年快死，然后呢，你前9年都荒废了，9年都荒废了，你最后一年开始快死，你把所有的东西这个量都放在1年上，你觉得你能通过吗？根本不可能，对吧？东游也是一样道理，人家都说东游，为什么那些5个愚昧的没有预备上东游？为什么没有预备上东游？就是因为什么？他没有准备。没有准备自己，没有预备好自己，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时间点是不等人了。你没有预备上，那么你就接不上车了。考试来了，就说白了，考试来临的时候，考试来了那一天，某年某月某日，某年某月某日来了，那么你考不上了。某年某月某日来了，那么你考不上就考不上了。考试会来了，任务就是说任务一定会到了，27关最后一关。肯定会来了，突破不了。你假如说，比如说我们的人生嘛，1到27关是我们天的历程，我们人生应该是个怎么算是一个合格的人生？就是27关通过的时候，对吧？对不对？这是你跟你的一生应该是做到的。如果你只是走了10关，对吧？那么你的一生也是这样。现在是不是更加具体的就会更加细节上看到我们的天路历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形式组成的？我们这一生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形式组成的？你的人生很多关卡有最后的一关，上帝会给你最后的一关来衡量你最终的合格是不合格。如果你的一生只走到这里，你都不用，就说白了，你都不用到最后一关，你就知道你不行，不合格。就好像初中考试一样，初中考试，你中考、高考，对吧？对于初中而言，中考是不是作为你最后考试？是不是？是，是吧？中考是作为你最后考试了。高考也是一样的道理，高考是高中的最后一次考试，对不对？是吧？你初一学习怎么样？初一你学习怎么样？你有一个阶段，你初一的学习能力到哪里？初二哪里？初三，对不对？也是一样吗？3年，是的，3年时间，这也是3年吗？初一、初二、初三，对吧？你的水平初一过得好，你等考初二。初二过得好，初三，你初一都过，就是你初一学习能力都不行，你初三肯定不行。人生像考试一样的道理，人生就是什么，过关卡考试，上帝给我们最后一关卡，我们会有个最终考核的。对，我们会有最终考核的。你这一关过不了，你不合格，你的命，你就是说天使打完分数了，你的人生就结束了。生命色，你扣死了。生命赐给你扣死的时候，你也不用努力了。你说天国，神啊，再给我机会，我一定要好好努力，那就都晚了。
对吧？把你的生命册扣上那一天，扣上那天，就是说你在哪个关卡的时候，就哪里。比如说二十七关，生命册给你扣上了，如果你的你只能在第十关，你的你只能是第十关了。生命册扣上那一天，然后呢，你的所有的分数就开始统计了。都开始统计了，开始就决定你就是你的分数综合指标，你的信仰多少分，你比如说信仰都丢打分，丢综合分数60分，对吧？属性50分，农历60分，然后呢这是你综合分数定了，生命册结束，分数确定，你就这样了，是不是很现实？是的。为什么说在你的余生你还有时间的情况啊，你要必须什么最大可能的绞尽脑汁尽心尽力全心全意的去提升你自己，把你所有的分数赶快提上来，因为你的命结束那天你的分数不到，你想一想的就是说你就结束了，你说你信了耶稣也是一场空，只能证明你见他恩典，你信了耶稣你还说不信，你信了耶稣你的分数你还不合格，你信了之后，你的罪会比那些不信的人更厉害。对，恩典越大，罪就越高。如果你抓不住的话，恩典越大，也就是另外一句话，风险就是奖励越高，风险越大。是的。奖励越高，风险就越大，都是同样道理的。所以说，你们先听了这个讲道，你们听了这个真理，你们提前比别人认知了。如果你们都抓不住的话，你们的罪恶、罪孽、债务会比不信的人、没有得到的人更大。所以呢，就不就是我们这一生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说，你要计算，这种意思说，你要计算你的花费，要计算一下你的花费，就好像我们玩《冒险战》一样，你要计算你有多少钱买兵，能够打得过对方。这句话可能用到这里，我们就理解了。你要计算你的花费，计算你买兵能不能打得过对方，打不过对方，重新再来，重新再玩，对不对？就一样吗？是，对不对？你打不过对方，对不对？你要计算你的花费，说白了，你要计算你现在你的属性的花费，属性上的提升，花多少时间？就是每一天你花多少时间，对针对属性怎么去学习？如果你再偷懒就无所谓。就你还你每天你还这样度日的话，也就那样。我说，不用成为先知，基本上也知道你以后的结局怎么样。其实你在这里不在这里，其实无所谓，在不在其实由你的命运已经决定了，你知道吗？能理解？因为就是看一眼望过去，发现一个就是一眼望过去什么，你第一关还过不了，基本上就知道了，你以后想要过，不太可能了，很难。能理解吧？好，对于属性提升，就是说，然后我再讲一个点，针对一个逻辑，我要，我下面讲什么？就是说，我们要提升一个逻辑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看我提供一个这样的努力，行，怎么样提升你的逻辑思维能力啊？就是说我发现了什么逻辑思维能力，就是你怎么思考这个事儿了，每个人还不一样。那么思维逻辑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归，你们看那个我发图了吗？一个是归纳法，一个是演绎法。归纳法和演绎法，他们两个都不一样。就是你想这个事，就是你如果想这个事的时候，你有两种方法
在你大脑里面形成概念。就是你的思维逻辑，你会选择了，因为你必定会选择了。你说你没有，你也有。归纳。现在我教你们一些思考逻辑啊，怎么样提升你们思维逻辑？什么叫归纳法？什么叫归纳？什么叫演绎啊？什么叫归纳？发图片你们知道吗？什么叫归纳？什么叫演绎？就是你怎么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肯定会有这两种的这种思考模式的。什么是归纳？什么是演绎？定义什么呀？就是你的思维逻辑是个归纳思维逻辑呢，你还是个演绎思维逻辑？就是你本人啊，就是你现在的思维逻辑是个归纳型思维逻辑呢，还是个演绎型思维逻辑？一个是基于事实上的。事实上就是经验值累积出来的，一个是建立在假设推理上的，演绎的话基本上都是属于推理性的，它就是在大脑里面然后设想了一些东西然后得出来了一个结论。但是归纳的话，基于之前对一些事情已经非常清晰的这种得出的结论归纳到一起总结出来，它应该是属于经验值的一个总结。归纳是什么？归纳是从我感受，个人感受，它强调是个人感受，个人经验，个人感受，个人经验，对，个人感受，个人经验。然后呢，演绎是什么？它通过什么原理上出发？深度分析。原理上出发，一个是个人的经验值，个人感受感觉，个人感受个人感觉。你比如说什么举例说明，因为这个宏观线，因为你们如果这个思维逻辑错误的话，你们信仰肯定也是有问题了。你想想，你比如说西马学院是鱼啊，欧拉学院是鱼，我推理什么，所有猫都喜欢吃鱼， A 猫喜欢吃鱼， B 猫也喜欢吃鱼，然后呢我归纳嘛，我个人感觉一个经验值 C 猫也一定喜欢吃鱼，是否是也不是，是不是不是不一定，对，这个答案是不一定，对，不一定，这答案不一定。但是呢，我们的思维逻辑就是你要知道，我们现在人大部分人啊，绝大部分人，全人类也不知道，可能大部分人90%，可能更多人啊，就是可能更多人都是以吃就是归纳逻辑。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让伟鸿说什么？玩游戏是坏的。伟鸿说，玩所有的游戏就坏了，玩游戏就坏了，不好了。嗯，这个逻辑什么？是归纳逻辑。嗯，这是归纳逻辑。因为他就是他的感受，他认为他是不好。你看，我听说他这个孩子怎么玩游戏怎么样，沉迷了，这个孩子沉迷了。然后他下定义什么？这个玩游戏的就是不好。归纳什么叫演绎思维逻辑？好，我们如果按照演绎的思维逻辑是什么样？针对原理，就游戏原理该进行什么？进行了分析。游戏分为什么类？制作游戏过程当中有没有，对吧？你还推理吗？你演绎什么？游戏假设什么？玩游戏不好，玩游戏不好，或玩游戏好。然后呢，你再跟在从原理上推理什么？玩什么游戏不好？对，玩什么游戏好？这个游戏设计过程当中，它有没有好的地方？它为什么不好的地方？它原理就是你对于这个游戏里面的原理有没有能力是提升？到底这个游戏好不好？怎么个不好法？手游游戏怎么样？你知道吗？它对于这个游戏本身进行大量的这种原理上的分析，
里面的分析，然后得出结论，它好还是不好？对，深度去挖掘的东西。同样道理，为什么我们建立信仰，它也是有归纳的，是吗？包括当时钉死耶稣的那帮人，法利赛人也是这样。亚伯拉罕信神，我们是亚伯拉罕子孙，约瑟是亚伯拉罕子孙，摩西也是，我也是。归纳，就是归纳逻辑。他的逻辑是归纳逻辑吗？那么约瑟是，摩西是，那我们都是子，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那我们是不是？是。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子孙？对，归纳。归纳。但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一句话什么？你们如果跟亚伯拉罕一样信的话，你们就不会杀我。对呀、啊，对吧？耶稣的思维逻辑是什么？演绎思维逻辑。他研究什么？亚伯拉罕的信，就研究信心。他的就是这个信的东西，信就是信里面有什么东西？就亚伯拉罕的信里面有什么东西？内容是什么？要做什么事情？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深度？看到没有？是的。演绎这种思维逻辑，就是说你要对于这个本身，你说我是亚伯拉罕子孙，我信的神跟亚伯拉罕神信的神是一样，那么你要把亚伯拉罕所信的这个东西原理，你要提炼出来，对不对？对，你要跟他一样才行。是，如果你跟他一样的可以，你比如说我跟亚伯拉罕是，我跟他的思维逻辑是一样，我跟他的新思念是一样的，我跟他信心是一样的，我跟他敬畏是一样的，我跟亚伯拉罕一样。演绎出来。对吧？你演绎出来是一样的，你不能直接是说归纳中约瑟是，摩西是，我也是，大家都是，你看所有人都是，你这个逻辑，全部都是你个人感受。对。然后呢，归纳经验。我再举个例子，信而受洗，别人得救。保罗有没有信而受洗的？有。保罗有没有信而受洗？有。保罗信而受洗了吧？对。哎，那保罗信而受洗了，巴拿巴有没有信而受洗？有。有了吧？那我信而受洗。那我是跟他一样，是的，归纳，对吧？那么我跟你说，他到水里面洗了个澡，受洗了，奉耶稣奉父圣父圣子圣父圣父的灵，我也是，那我跟他什么区别？对吧？那你说我什么区别？他下水了，我也下水了，他奉了父子圣父圣子圣灵，我也奉，那么他受的洗跟我受的洗是一样的，所以我跟保罗是一样的。对，是这样，归纳逻辑嘛。传承也是一样，传承为什么他们走这些？因为他传承，我们传承怎么样 ？A 传承 ，B 也传承，那 C 肯定也传承，对，也是归纳逻辑，对吧？比如说使徒信经也是一样，你信没？你信？你看，合格信使徒信经吧，李定也信，那么 C 你也一定要信，你不信使徒信经，你肯定是假的。对，你要大家都要信，信的都是真的了。怎么判断？你说哦，行，我再说，怎么样判断你是异端邪教？他们为什么会问你信不信使徒信经？你想想了，归纳嘛，就归纳。你信，大部分都信的话，不信的人就是异端邪教。对。但是呢，如果是个演绎性思维逻辑，他会想什么？异端是什么？是邪教是什么？异端的本质是什么？原理是什么？怎么样判断异端？它里面内容是什么？经文解答是什么？对不对？你会对于每件事情开始剖析，开始分析研究，都是花时间的。但是人的大脑什么？人是懒惰的，你知道吗？人性是懒惰的，所以说没有人去研究。人是懒惰，没有人会去研究这事儿。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盲从嘛。交叛，盲目跟从。盲目崇拜。他们为什么很喜欢用人数？信心。哎，我们人数这么多，那么难道你们就对？我们人数这么多都错，看见没有？又是这样，又是归纳，又是归纳，以偏概全，对，少数服从多数，以少数多，所以说你说我们今天全人类基本大部分人都是以归纳逻辑，是，都是归纳，并不是演绎逻辑，很少人演绎逻辑，因为演绎逻辑牵扯到什么？你必须对这个事情你要研究，花时间，花精力。可能你要辞掉工作，可能你要辞掉工作，天天回家去研究这事儿，捣鼓这事儿，那到底怎么回事？对，对不对？那需要你，所以你大脑里面不断的分析，你知道吧？假设，寻找答案，它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呢，人性有什么？又不愿意动脑子，人就不愿意动脑子，所以说很少有人的思维逻辑是演绎思维逻辑。对，很少的。我再举个例子，生活上也是一样。
这个人买了这个手机挺不错，那个人也会买，哎，这个手机很不错，大家都买。嗯，没有人去研究到底好不好，就是研究是。看人家买，我也买，对吧？就是从众，我们说基本上从众嘛。那你们俩也是，这个买那个买，各的买。团购。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研究的东西也不会去深入思考吗？为什么？我觉得他用的好，我也觉得好。嗯，重复好，大家好。大家好，那就是好。哈哈哈哈哈。保证，对，是真的。就是嘛 ，C A 说是 A 说好 ，B 说好，那 C 一定好。C 一定好。是理由做了广告的，对不对？所以说，但是呢，因为这也是基于什么？人不愿意跟我老讲。就是因为你不会去分析嘛，就不是买衣服一样，我跟李丁花了4小时一样，4个小时真的杀这4小时，每个店都去跑，每个材料每个品质都去看，4个小时去研究。在演绎。对啊，去演绎嘛，到底哪里好到什么地方去讨论去分析。那天看统帅分析那个衣服嘛，我想这个哎。同事这方面的能力也有了，连材质都搞明白了。你看，为什么？因为买衣服嘛，就是说确实想找这样的衣服才有时间。像你用的里面衣服，我们找所有的家都没有，就最后一家有了，这很难找了。就是秋天长袖就是长袖，对吧？长袖这样的衣服品，就是这样的材质，现在都不出了。唯独一个不出了，唯独不出，你知道吗？上帝就生产一个。现在那衣服都是在里面带有很用的毛，很用的那种，很假的穿上之后出汗难受，然后又粗糙感，很难受，你知道吗？所以说因为你要找个衣服去打底嘛，对不对？很难打底，那衣服很难受，你穿打底不舒服，很难受，你知道吗？但是呢，人家都买，人家可能看了那个款式可能比较好，但穿也很难受，对不对？所以说我说意思是什么？所以我是思路于什么？我想找一个什么舒服的。到底为什么舒服？舒服的原因是什么？棉是多少？厚就是棉多少克数？棉占多少克数？多少克厚度？然后再就是棉占多少？还有就是聚酯纤维能知道吗？聚酯纤维是柔软度。所以说这用这些指标的时候，你还知道什么？演绎嘛，就是原理，从原理出发，就把这东西搞透了，哎，就舒服。原因。你让我说个为什么我能说上来，但这个你说不上来，你就最多说什么 A 喜欢，你看 A 毛喜欢吃鱼， B 毛喜欢吃鱼， C 毛也喜欢吃鱼，一定喜欢吃鱼，你只能说这个，因为是猫，对吧？你说我比如说我买了手机，我看研究买了，这个手机能不好吗？这个手机能不好吗？能不好吗？你看这个逻辑，它能不好吗？它因为什么？他们两个买了，所以说一定好。他们两个买了这一句话，对不对？也不，再说就是什么教派诞生也是一样的。你看没有？我们的教派历史传承那么多年，这么好的教，如果不好的话，能传承那么多年吗？都传承下来吗？对吧？他为什么那么多人信呢？你看没有？他的思维逻辑就是什么 ？A 和 B、C 有什么归纳？他并不是说你好哪地方，你为什么你教育好？哪个教育好？哪条教育好？怎么推理出来了？对不对？你说你教派好在哪个地方，到底怎么回事，对吧？拿出经文来到里面去看一下，原理上看一下，对吧？但是呢，信徒不会了，信徒不会有这种思维逻辑了。如果他有这种思维，如果信没，如果假如说每个信徒都有这样的思维逻辑，都走了，对，都走光了，对吧？都走光了，他们就不会说他们就不会杀耶稣了，他不会说亚伯拉罕，我是亚伯拉罕子孙，他们就不会这样说，死他了，对不对？如果他们是归纳思维逻辑的话，他们如果他们是演绎思维逻辑的话，他们就不会有杀耶稣，绝对不会。他们是分析耶稣说的话吗？是的，先假设嘛，他说的。你们想是不是？不对的，对的。是不是这种逻辑？是的。但尼可底母就不一样。嗯，他会分析。他有一个演绎的嘛。演绎啊，对吧？尼可底母就是演绎思维逻辑，他想耶稣做了什么，耶稣有什么，对不对？他演绎。哎，这个是遵循神迹，如果神不给他投在，他能做？哪里会做？对，是的，他是演绎思维。为什么以前我讲到那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明白？我为什么说你的思维逻辑错了，你的信仰已经错误？对。那我就说，你思维逻辑想错了事了。前后都错。就是你这个事你想错了，你的信仰肯定走错了，想法你的思想错了，对，思想就错了。所以说我就说为什么说。